Henry 老师。这么多年一起制作音乐，在这个不同的舞台上，我想跟他以不同的角色来切磋一下。Henry 老师，我们先来听一听您在今天拿到的是个什么物件。哦，我今天在我们那个盒子抽到的东西就是开玩笑好好好，嗨，一只白手套，上面绣了两个字，对，还有两个字FJ， 绣了两个字母，大大哦哦，这个白手套，对，可是写的是 MJ， 所以应该是 Michael Jackson， Michael Jackson 的，对。OK， 好，那具体会是哪一首歌呢？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了。规则上你现在就要告诉我了。新来的。后来想明说吧，还是都这么熟的朋友了啊。其实我把 Michael Jackson 一首歌，一个比较快一点的歌，把它改变了。The way you make me feel。从刚刚听到这首歌的兴奋程度，大概可以判断有哪些人是在30到50这个年龄之间呢？太坏了！当然了，这都是年轻人的行列的东西啊。好，两人今天要讨教的 Henry 老师歌曲是哪一首？我想讨教的就是我们之前一起制作过的歌。那就太多了，等一下，来一个，就是叫做 Girlfriend。Girlfriend。Girlfriend。准备好了 ，Let's go。OK， 这一轮讨教正式开始，请。B-box 那边吧，还有一。10点半的飞机快要到了，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。我喝了喝吃可乐，还是要剩一点的，剩一点给你。Oh yeah, for my baby, yeah, yeah。 1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。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、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，你却说你需要离开，需要一些空间呼吸。 Oh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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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y baby baby oh baby oh baby，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
无法忘记。They call you girlfriend, my baby, my lady. Used to call you girlfriend, my lady. 不管任何距离，你还在我心里，全都是你。Oh, I used to call you girlfriend.各位老师，就刚才梁先生表演给我们一些分享的建议好吗？JJ老师，我有点听不够啊。哦，谢谢。我觉得你 girlfriend 的部分，如果再多一点点出来，尤其是一些高音的时候，我觉得你的整个唱的层次会再更多一些，我觉得你就会更完美。谢谢，谢谢 JJ 老师。我想跟歌荣说，就是我非常喜欢你声音的转音的部分的颗粒感，这个是很多华语歌手所欠缺的部分，但是你非常优秀，非常好。我希望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看到一个更完美的你。谢谢，谢谢。现在请双方交换舞台，去吧。继续。哎呦，紧张了。哇，突然间紧张了。哇，可是真的刚刚太感动了。这一次是我在内地第一次参加音乐节目，然后有我那么好的一个朋友，那么好的一个兄弟来讨教我，真的非常非常开心。我一定会用这个机会来表现我最好的舞台。大号小提琴钢琴还有个电影的 solo 吧。现场在录，录 drums。Too hot, yeah. Call the police. Too hot.
谢谢汉宇老师。我们先请台上各位老师与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的感受。其实我以前也玩过很多这种不同乐器，或者是想要表达很多不同元素的一个表演，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，就是你在这么多乐器转换的当中，你不能够让大家觉得很忙或很乱。而且不仅仅是乐器，还有刚刚我们聊到那个对，他用那个 loop machine。loop machine。其实你们听的那些鼓啊、贝斯啊、钢琴啊，都是现场录的。对，他弹第一遍录下来，然后他弹第二个东西的时候就在用上面的机器 play 第一遍的东西，所以他是同时在做，非常难做到的。而且你要跟着拍子，但是你并没有让我觉得 好替你紧张，并没有，你是很帅气的。哎呦，谢谢谢，没有这几个老师那么帅。哎呦，谢谢。哎呦，大吓人吓人。